司并没有资金困难，今天还准备了这1000万的现金供接手后的营运使用。陈之翰跟他所属的团队只不过是受委托负责现场的运营，就只可以依照营业额抽取3%的服务费。但是从108年开始，郑先生这边就发现，陈之翰还有他所属的团队有一领服务费的情形。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放在家里面，其实也都不占地方，而且呢3分钟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神，一瓶的电解液呢就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。中天有独家的观众的好康，你可以上快点购。